我是可恩，你们等了很久的华为 P40 系列来了。华为呢，这次一共发布了三款新机，一款呢就是 P40， 一款就是 P40 Pro， 还有一款就是 P40 Pro Plus， 简称中杯、大杯还有超大杯。那我今天呢就抢先拿到了大杯的 P40 Pro， 而且还是银色版本哦，开箱吧。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我有点小兴奋，因为每一次的 P 系列发布会都会 surprise 到我，尤其是 Y 型上面，今年的 P40 系列一样有烧到。记不记得 P20 出来的时候，它是第一个用上了渐变色的手机，那时候真的是有 surprise 到很多人。P30 的时候呢，又出来一个更加升级版的仙女渐变色，天空之镜。那来到 P40， 其实这个颜色，我问我怎样形容，给大家看一轮。如果你说之前的 P20、P30 的颜色很骚、很高调、很少女，那 P40 就是那种比较气质、微装色，用上就会让人觉得，哎呦，这个人有个性哦的感觉。这次 P40 Pro 采用了全哑光，也就是 matte 磨砂材质的设计，而且故意配上比较传统的银色，有没有突然一种改观？银色也挺好看的咩？乍眼看去有一点像当年 Sony Xperia XZ 的磨砂银色，摸上去有重量、有质感。四个角圆圆润润，没有割手的情况，感觉很好。转过去看屏幕，6.58寸2640x1200 Super AMOLED 四曲面全面屏，支持90赫刷新率，上下左右都采用了曲面过渡，这是完完全全就是拿着一整片 screen 的感觉嘞。左上角这打孔开了两个自拍镜头。看完了外形之后，我们来看大 boss camera。P40 Pro 镜头设计采用了直排徕卡四摄像头，一颗50MP 采用 Sony MX700 传感器的主摄，一颗40MP f1.8 超广角镜头，一颗12MP 10倍光学变焦，最高50倍数码变焦的 Zoom 镜头，还有最后一颗 3D TUF 传感器。但是这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 P40 Pro 这次用上了全球业界最大的感光元件，如果以照相机来讲的话呢，就叫做大底。相机是很久很久流传下来一句话，叫做底大就是王道。好，不如这里我给大家科普一下，为什么我身边这么多摄影师都常常在讲一寸大底一寸金。感光元件又叫做图像传感器，智能手机和数码相机一般采用的是 CMOS 感光元件，功能呢就是把光转化为电子，再处理成电子信号，把影像数据保存下来。所以实际使用中，感光元件越大，所接收的光越多，通常画质和观感就越好，噪点越少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感光元件越大，成本越高。华为的 P 系列一向来大家都知道它的拍照能力是很厉害的啦，今年呢同样有这个徕卡调教的加持，那到底 P40 Pro 有没有保持实力呢？由于行动管制令期间没有办法出门拍摄，我有在家里测试一下 P40 Pro 的室内照相功能咯，迟点等管制令过我们再出门吧。如果说比起上一代有很大提升的话，其实也说不上啊，只不过 P40 Pro 给了我一种感觉，就是随手拍就好看了，就连不是很会拍照的我妈咪哦都可以帮我拍到好看的，连这几张上网一拍的。另外有一点一定要讲，就是华为 P40 系列这次新加入了升级版的 AI 技术，华为 Golden Snap。华为 Golden Snap 主要带来了三个新功能 ：AI 去反光、AI 去路人，还有 AI Fast Moment。那第一个的 AI 去反光，这句就很容易懂啊，就是任何有反光镜面的东西都能够去掉，比如说眼睛里面的反光、太阳照射导致的反光、电脑镜面的反光都可以拿掉。第二个 AI 去路人，这点真的很实用。平时去旅行，游客多的地方拍出来的照片就是，但是有 AI 去路人功能，你终于成为了你自己的主角了。第三个 AI Best Moment， 就是说，比如你去打篮球啊，打高尔夫，你很想拍一张哦，你在做这些运动中的优雅姿态，但出来不是萌，就是有无聊过的样子。所以有了 AI Best Moment 之后呢，你可以在一瞬间拍下很多照片，然后当你打开 Gallery 的时候，手机就会自动帮你挑选一到两张最 perfect 的照片出来啦。那说到拍照， P40 Pro 的 video 方面就怎样嘞？老实讲，我个人觉得 Mate 30 Pro 拍 video 已经是很好了啦。像我之前好几个影片哦，都是因为忘记带相机，然后我就临时拿手机拍，虽然是没有相机这样完美啦，但是出来效果我是满意的哦。那来到 P40 Pro 身上，幸好有遗传了 Mate 30 Pro 的一些拍 video 功能。比如说在暗的地方可以拍到最高 ISO 51200的超低光 video， 比如说想拍 slow mo 的时候可以拍最高 7680fps 的超慢动作录影，比如说画质、色调、控光、防抖这些都很好，也可以拍 4K 的 HDR 影片。至于自拍镜头， 32MP 加一颗景深镜头，同样有各种美拍给你玩，而且来到2020大家都在玩 TikTok 抖音的年代，
代 P40 Pro 就可以满足你，因为它的前置是可以拍到 4K HDR 影片哦。那充电速度又是怎样嘞？ P40 Pro 这次搭载4200毫安电池，加上40W的华为 Supercharge 快充。那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好厉害的啦，厉害的是 P40 双四十。P40 Pro 除了是普通的快充是40W，它的无线充电速度竟然也是40W，是目前无线充电里面最快的了。P40 和 P40 Pro 都采用了这个 Kirin 990 5G 处理器，所以同样支持 5G 网络。而且这个 Kirin 990 5G 处理器哦，是全球第一颗7纳米 EUV Plus 芯片，支持 NSA 和 SA 双模，同时支持面部识别，还有加屏下指纹识别，支持华为 Share 连接传送 iPhone SIM 卡，也支持华为自家的通讯功能 MeTime， 能够有更高清、更顺畅的视频通话体验。此点我们再深入测试吧。最后跟大家讲一下，除了我手上拿着的这个银色，其实我也另外拿到了一款颜色，就是这个Deep Sea Blue 深海蓝色，快速给大家看一看，影片最后的最后，其实有一点我是蛮遗憾的，就是大家知道 PC 的一向还是主打拍照的了，但是因为新冠肺炎期间真的是没有办法出门拍照，太不方便给大家看，我只能将就在家里面拍，所以希望疫情过后我们可以大步出门，大口吸气，到时候我再测试一下它的拍照功能给大家看吧。我是可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